星吴谨言早前无预警宣布与男星洪尧结婚的消息，让粉丝又惊又喜。不过之后就传出吴谨言已经怀孕五个月，更被拍到小腹隆起，但吴谨言都未正面回应。而今日吴谨言在婚后首次现身公开场合出席活动，直接拿身穿粉紫色礼服，礼服腰间设计十分宽松，还别了一大朵花。许多网友就认为这套装扮是刻意选择来遮掩小腹，且从侧面看小腹微微隆起的模样十分明显，因此吴谨言怀孕相关话题瞬间在网上掀起讨论。网友纷纷留言，这裙子也挡不住怀孕的味道，肚子确实大了，怀孕时垂了。另外还有传言指出，吴谨言私下并没有隐瞒怀孕事实，更时常穿着孕妇装，再次掀起热议。Bye.